四号下午，日本京都武贺市长多多健良三在大相扑巡演致辞时，突然在图表上昏倒，引起现场一阵骚动。前のようなく言葉を喋った最中にバーンと倒れましたね。で、もう会場シーンとなってしまうし、誰も何も動かないんですよ。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际，有医疗背景的女性观众立刻冲上图表，帮市长进行心脏按摩。随后陆续有三位女性上前协助抢救，但就在这个时候。人命关天之际，台上的司仪却突然要所有人遵守相扑自古以来的传统，女性禁止登上图表，而且不断重复广播，让正准备协助抢救的女性不知所措。いくら神聖な土俵だとしても、人命救助が最優先だろう。人の命より大事な伝統ってあんの？自古以来，日本的国际相扑就把图表视为神圣场所，有禁止女性进入的规定。只不过在跟时间赛跑、抢救宝贵生命的时刻，现场司仪却墨守成规，引发各界的挞伐。行事が動転して呼びかけたものでしたが、人命に関わる状況には不適切な対応でした。昏迷的市长因为及时抢救保住性命。只不过在相扑日益没落、进场观众一年不如一年的时候，最死忠的女性粉丝竟然遭到公开歧视，恐怕只会让更多年轻人远离这项日本引以为傲的国际。三立新闻文君报道。